同学他想问，他如果做了新业，想再修出轮回，怎么样修呢？先要看你新业大不大的呀，这新业。嗯。很大就不行，嗯、不大嘛就可以，照样修出。哦、一般的带业往生，带小业呀、啊，带过去嗯做过的、嗯，但是后来从来不做的，也叫旧业呀、啊。带业往生，带旧业，不能带新业走的呀。新业的话，你造新业的话，有因果报应的呀。嗯，好的，好，感恩，好了，师傅，感恩师傅。嗯。